对，就来了澳洲以后呢，就感觉老妹儿这有将来肯定会有青春期嘛。青春期的话，这个父亲和儿子的关系往往就比较差劲，然后就是为了防止，就是青春期的时候自己没有和儿子沟通得很好，变成了类似于敌人呐、啊，或者是什么情况的，就像《山河故人》里那样。贾樟柯的一部电影，孩子和父亲根本就没法沟通。对，那我自己当然了，也得要多学一点英语。英语太少的话，那他如果不会讲中文，我给他录这期就是东西，那将来他听都听不懂，你还是会很关系会很糟糕的嘛，对不对？对。所以说还是自己也多学一点东西。完了呢，给自己的家庭呢也留下一个纪录片儿。好想法，其实这个想从哪讲起从哪讲起？从《山河故人》讲起。啊？不，这，你也看过这个电影，而且和咱们比较，就是比较相似，对不对？他们也是，就是到了澳洲以后，然后小孩儿都读大学了，还得学中文，而且基本上看的意思也不太会说。尤其是他父母那代人，让我觉得很有代入感，也是从咱们一样的境况出来的。是，那你还不如人家，人家好歹是煤老板，比咱有钱，咱这是他信是息。后来发展成煤老板，我很相信你。他出来的时候，问题是，他不是，他已经是煤老板，而且带回来好多钱啊，对不对？对。可能也是在墨尔，好像也是来的墨尔本吧。那咱们不一样啊，这辛辛苦苦卖房子卖地跑，也不是跑出来，就出来。你这学费一年四万几澳币，20多万，老子当年大学一年2800。学费，人民币，偏离主题了。啊，对对对，就是给咱儿子也讲一下，就是咱们俩以前这上学的价格啊什么的。其实《山河故人》真的是一部很好的作品，就感觉你好像在某一个时刻你挺先进的，然后后来呢？不知不觉当中，你没有跟上，你就被淘汰了。对，对，因为刚开始，就是贾樟柯的老婆叫什么我忘了，就演的那个演员，她是一个，是，那可以啊，就可能比其他人还有一些文化。然后后来他们为什么离婚？离婚就是因为男的有钱了，人家做风投了，你还是一个老师，一个散投，你也没有明显的看见。你有什么提升？那很难，那可能社会现实当时好像就那样，那差不多，那你就找个年轻漂亮的。对，这个可能就涉及到我前两天刚看，昨天刚看的那本书，这种涉及到这种人格类，你如果一直固步自封，那么你自己没法进步的话，那么你可能会给别人造成的困扰，要不然你就把他毁灭，要不然别人就会离开你，是啊，这可能跟他的人格有关系。对呀，那你。这个东西，反正这电影吧，基本上也就是这意思，当然也不是宣传说你有钱了就得抛弃发妻，但事实上有时候你这种代入感，时间长了可能就是那样。哎，这反正这扯得有点远吧，反正就是想留下一点东西，然后和孩子，就是将来也算有一个交代吧。当时看看你爸你妈当时是什么样子，在你青春期之前，我们也是做了一些事情的嘛。但还有一个就是，就孩子在成长，如果你父母就始终那德性吊儿郎当，然后你就希望孩子将来就变成一个多么出类拔萃，就多么成功的人，那我感觉这不太可能的事儿，对不对？你父母。
那你就说啊，我你要什么我怎么就培养你。其实我感觉最重要的还是你父母本身有一定的提升，我们有一定的缺点，我们去改进。那我们不能要求孩子老去改进他的缺点，然后也达到我们的要求。这样子的其实也是不合理的。父母是言传身教，对啊，言传了之后孩子也会看你身体力行了没有。如果你一直说你要这样做，但你自己都没有做，对啊对啊，孩子为什么会做？对啊对啊，你就像他现在，我就想记录一下他从childcare 那就不记录了，当时也是挺难为他的，上 childcare。 对，我记得第一天给他送到那里，他一句英文都不会讲，而且我们走的时候他没有哭，我们去接的时候，我们去接的时候他也没有哭。虽然我们那一天都很纠结，完了还勾了不少物吧。是这个，这纠结归纠结嘛，那刚来嘛，买点东西什么的确实也需要。那就是就感觉哎，他这适应能力还挺强。虽然适应能力还挺强的话，那对于他来说，我感觉他那时候语言表达能力还不够，他的心里肯定会是很纠结很纠结的。因为你虽然没有哭，不代表他没有彷徨，没有害怕，没有恐惧，是不是？那相对来说我感觉那表现的还是不错的。但是呢，就这也是他成长的过程吧，也算是一个成长的过程。因为有了这样一个成长过程，现在他上 prep 的话，我感觉还是挺不错的。你像我们就环澳的时候，车撞袋鼠坏了，给车也撞坏了，刚刚轮到我们的车去修，而且我们现在只有一辆车，那怎么办？那我早上就5.3公里。走着去上学校，那别人感觉还挺不可思议的，其实也很正常啊。因为5.3公里，我感觉一个5岁的小孩走着反正也是有点多。这个澄清一下，不是没有别的选择，是主要是爸爸想去锻炼一下孩子。他也能，因为我也不是说就是去做实验之前，就是车修之前，因为知道是14号要修嘛，情人节那天，就提前想到了他上学要走，我们走了一个5.几公里，我看他没事儿，回来活蹦乱跳的，也挺好的。那昨天都已经走了一次了，昨天放学的时候就已经走了，完了再加上今天早上又走了，他下午不想让孩子再走了，下午就对对，你就去坐公交接一下吧。对，而且他现在上学也挺搞笑的，刚上了一周多一点吧，一周多吧，两周了。他上过一个完整的周吗？有上过一个完整的周，再加一个周四周五。这个周不就又一个完整的周了吗？哦，对对，已经两周多了。就今天，因为今天已经周五了，两周多了，基本上每次回来都在贴个创口贴。不知道今儿贴腿上，明儿贴胳膊上的，反正肯定都得贴一下，反正也不是太严重吧，也不知道这 office 的人都可能认识了吧，天天贴，天天贴，但是确实也不是说没事儿，这真的是都流血了，有时候，这个在跟国内的教育还是真的不太一样，国内这老师们可能就怕出现这种状况。就那下课别动了，别出去玩了，这也在所难免，小孩嘛，流点血呗，只要不是故意的，也别故意去伤害别人，没有被别人故意伤害，淘气就在所难免，也没得说嘛。这个而且他们这个学校prep 在国内应该叫上完小班，现在应该叫中班。中班的话，啊，不是大班，在国内是大班，对，他来从就是应该说你就是从他从幼儿园来的时候是小班没有完成的还，
没完成，直接过来上了 Kinder 的普惠，对对，就相当于直接上了个中班。我们是因为我们是一般情况下是九月份入学，他呢这边是一月份入学，对，一月份入学，对，所以他中班上的不中班也是半路插来的，对对，早班没上完，嗯，哎呀，这孩子也挺辛苦。对，完了现在在这儿上 prep 的话，他们班还比较搞笑，还养了一只兔子，这老外叫 Harry。啊，对，这还是这老外也是挺搞的，他们做这种事情。还有一个就是，为什么最后是选择教会学校呢？也是出于多方面的考虑吧。首先来说，这教会学校它跟私立还是有一点像的，它第一。他能学的比公立稍微多一点。其实我以前感觉这边公立教育都已经很好了，也没那么多知识啊什么需要学，就是让你开开心心的就行了。其实老外这边他们精英教育也是要学挺多的东西的，不像我们就意识的那样完全什么都不学。就是他们这儿我感觉跟国内最好最好的一个，就是因为最大最大的一个区别吧，是他们这边你即便你考不上好的大学，他是有退路的，你可以当个 worker 啊，当个什么的，他工人，他不会像国内似的让人感觉哎，你这个职业你就是挺低档的，你就不是什么多牛的职业。但是在这边的话，你怎么说呢，你建筑工人，你跟做办公室的你也差不太多啊。对，可能医生高一点，但医生很难的，医生你想当医生的话，对，你上的学要多，对啊，你要读到 doctor， 你投入也很高啊。这是理所当然的。我觉得教会学校还有就是教会了他们懂得去爱，很有礼貌，约束了他们很多的这种行为，不要让他们这种很无法无天，我觉得这样也挺好的。对，但是他也给了学生很多的自由度。对，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教会学校它有很大的缺点，就是因为小孩他没有一个辩证的去去思考这个问题的方式。那他如果就一直这样灌输，那我怕的不是说怕他就去信耶稣，我是怕的他没有自己的思考能力，培养的他不敢去挑战。那你认为不对的东西，那你就如果不敢挑战的话，那就很难了。那其实他从别的方面也可以有挑战，如果他学会了这么多，然后他不认同，他自己慢慢也会在挑战。对，我就怕他们这个学校到时候会被。会就是说，哎，你不能质疑上帝的存在，就怕这样。但当然了，作为父母的话，也不是说让他非要质疑上帝的存在。首先来说，让他学会爱，然后让他学会一个逻辑方法，而不是说你告诉我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如果那样的话，那在国内上学不就完了吗？跑出来干嘛？费这么大劲，对不对？那挺确实挺费劲的，花了小半辈子的积蓄出来了。但是总体来说，教会学校相对还是活泼自由一点。对，他们家孩子现在上了两个周，两天都没吃午饭，老师也没有管，就非常非常的要孩子要你要求孩子就非常独立，你自己要知道什么时候该吃饭，两周。两次回来之后饭也没吃，一夜水也没喝，告诉我说没有时间吃饭，多忙，都在玩了。对，有可能。不管怎么样吧，我们还是希望能记录下来一点东西。还有不管我们的决定是对是错，也可能是错，但我们认为我们就比较向往这样的生活，比较向往这样的教育方式，那就去尝试呗。总体来说，你不评论，就是哪边好哪边坏，就
想适合自己的，但是也不一定适合。这个东西就最起码我觉得现在适合，让自己心很安，然后我们再通过再不断的修正，是不是？对对。